我哋日常巡查發現都來來呢個公交站停咧，就俾嗰啲貨車嗰啲撞爛咗。咁咧，我哋會跟進，大概應該十個工作日會將佢呢個耳棚修復。花都區客聯站場管理中心工作人員正巡查區內的公交站停，發現有安全隱患、破損情況，馬上登記整改。自三月以来，管理中心已修复了区内近20座公交站停。我们这次的公交站停的微改造呢，主要是针对一些建设时间比较长的，就是已经使用了十几年的旧的公交站停，没有公交座椅，这样我们进行了一个加装座椅。然后呢，是对一些损坏的一些遮雨棚，我们进行了这个重新的这个翻新。我们一共计划是完成50座。在花都区内，不少老人家买菜、学生上学都要坐公交。本次微改造切切实实地惠及他们。一个站台优化一下，是吧？然后跟我们增加一点那个座椅啊，这样就说从我们老年人的角度来说呢，就坐得比较舒服一点。咁啊，梗系舒服啦！有时咁啊，晒到庆到咩咁啊？嗰个公交亭又有啲好细噶咋，呢啲又大啲啊！即係多人咁啊，大啲咧，咁啊冇咁白啦啲人係咪？對於大家嚟講都係有好嘅幫助嘅。花都區內正大力發展旅遊產業，在一些景點周邊新開的公交線路，也配套增設了不少公交站停。這些公交站停有清晰的線路信息，不同類型的公益廣告，為乘客提供更舒適的候車環境，同時也成為旅遊區內的一道亮麗風景。区客联站场管理中心之后会把微改造作为长期工作，定期巡查区内500多座公交站停，确保公交站停美观整洁、安全实用。